住，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我就不站，来来来，气死你！你就是个神经病，你就是便宜货，你被60岁老头子给甩了，一分钱没捞着啊你！再说一遍，我再说一遍，你也是个便宜货，傍大款被别人骗了，一分钱没捞着。你也好意思说我？你就是个安插族，把我男朋友抢走了。不对，是那个窝囊废，张口闭口就是窝囊废。你别忘了，当初你被前男友骗得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，是谁给了你口饭吃？你爸妈都不替你还钱，又是谁借钱替你还的外债？就凭那5-6万块钱，他都出去借，就是个窝囊废。我说错了吗？好了，你能不能别来打扰我们了？你不觉得很可笑吗？一个网恋还是闪婚，孩子是不是你的还不一定呢。你能不能别恶心我呀？你以为人人都和你一样没三观？一对上都是温柔体贴的小姐姐在找对象，而且一对不用买会员，直接就能聊天，都是真人实名认证的，特别适合我们这种不会聊天又怕感情被骗的人找对象用的，超级靠谱啊！我们现在也很幸福。说到底就是喜新厌旧呗。今天你们能闪婚，明天你们就能闪离。你说话怎么这么损呐？你搭理他干嘛呢？明显就是捡不着骨头开始乱咬人了。你说谁是狗呢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你可别抬举自己了，狗是最忠诚的动物，你拿什么和他比啊？好，我记住今天你给我的耻辱了，咱们走着瞧。好啊，我随时等你，但是你也给我记住了，如果你敢碰我的家人，我一定让你后悔。不信咱就试试。